就两秒，就这么长呢。哪里有水扑哪里，它一扑一拉就可以，那简单不？这大脑指挥手在动，这男女老少他都会用。吸水性好啊，对不对？你要问干净不干净呢，咱们就擦个纸来做鉴定。那不用吹了，风一吹，你看这纸就飞了。这个麻布的吸水性，那一单抵个三单都没毛病，它吸水性好，对不对？别管多少钱，小伙子先教你怎么用啊。再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个抹布呢最大的特点在哪里，咱们这个抹布就是出了名的好洗，这不卖你别着急，现在不能卖，老板说了一定要教会你们怎么用，那不会用不能卖啊，洗不干洗不净，吃到肚子里有毛病。那用小伙子这个呢，就这么一擦干二擦净，这自来水里面一冲，这个盘子比小伙子舔的都干净啊。最大的特点是抹布不沾油，不用洗洁精，用这么脏这么油，你不用担心不用愁。打开您家水龙头，那你数一二三四五，它能跳广场舞；那你数二四六七八，这个让我大哥大姐们笑开花，这不好了。那洗完之后来咱们自己看啊，这洗完之后又是白白嫩嫩像十八，这洗完能往脸上擦，那就赶紧带回家吧。怕脏就这么脏，那还不叫脏？小伙子，让你看一下什么叫牛逼啊！这个踹不坏，那么踹不烂，四年八年用不坏，它还能传给下一代。虽然不是传家宝，一家的麻布敢不敢这么搞？你告诉我，谁敢这么搞？那我告诉你，我这个麻布不管是多么脏，不管是多么油，就自来水里面洗就好了，就这么一分钟60秒，轻轻松松就洗好。说这个六十秒来一分钟，这又简单又轻松，这就像老婆爱老公。说既轻松的又简单，就像李四拉张三，这两个男人手拉手，他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！说归说，笑归笑，你最主要的是看产品的疗效是不是干净了。用这个老古董，你是这么擦，你东边擦它就西边跑，那左擦右擦擦不好。我小伙子没说错吧？你说你上班忙来下班累，他用这个我姐是真受罪呀！别用它了，把它扔掉。用我这个啊，就两秒。对，好的，给我阿姨来个10块啊。我阿姨是人又美，心又美，这买个东西还不拖泥带水，对不对？那不像有些大哥大姐，那花个10块钱，那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别着急，一个一个来啊。你给钱，我给货，这样就不会出差错，对吧？张三买马张三骑，好的啊。李四没买刚着急，你求老张他求老李，你说求谁都不如求自己啊，我说错了没有？对吧？那借老张的借老赵的借完人家管你要，那不如自己买个一套，才10块钱，对吧？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啊！你给钱我给货，这样就不会出差错。回家一边洗来一边笑，用好了帮小伙子做广告，谁家都用得到的，抹布你家不用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千家万户都需要啊！啊，给我奶奶来个10块啊！好的，马上啊！让我奶奶您越洗越开心，越洗越年轻，奶奶啊，还不用放洗洁精，才10块钱，对吧？这个人之初他性本善，那骗人都是王八蛋啊！好的好的啊，不好的产品咱不卖，咱们不给国家搞破坏，一辈子都方便，是不是？洗洁精一年都不止20块30块啊！好的大哥，当家人买当家货，不当家你10块钱就买个半斤瓜子嗑，又能买啥呢？抽个半包烟，喝个半瓶酒，这半天功夫就没有，是不是？这抽烟还伤肺，那喝酒还伤胃，打麻将还扰乱社会，这嫖个小姐还刑事犯罪呢，那么报警还让警察遭罪，这里花10块是真的实惠啊。好的阿姨，给你再剪平一点啊，这剪得够平吧，漂亮。